2023年12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号。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受到风面啊、甲云雾区东移的影响，啊，这各地拢总有可能出现到这个低阵雨啦，吼。啊，这个气温有哪有较下降淡薄啊，吼。啊，南部的所在呢，啊，有哪同款啊，离啊温差啊，个是比较较大。故日行到10月22号，哈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8度到29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下来。来，首先咱们来个看这个头版，咱伫顶礼拜已经有报过哈。这个中国那对台湾选举一搞的时阵，乌秀都有个村的牌啊。今仔日的头版，咱有看到讲台北市将近有30%啦，30%的里长啦。安尼过去和中国安尼交代交代，吃免钱，开免钱吼，算免钱啦吼。我咧算是讲佚佗的算啦吼。啊，这当然我那爱看这些里长。有民主意识的立场根本就不去用蒙头壳，也不去用舌头壳。啊，无民主意识的立场，听到有钱，听到免开钱，啊，有钱人体，啊，有好康的人体，就特别重视啦吼。这可怜的台湾人，今天咱来个听看卖。古里总统大选的选举，包括你为大选的选举，嘛剩一个话月呢。中国用着各种的方式不断介入了咱台湾的选举，台北市市议员简淑培，还有陈义军啊，曾经爆料咧讲，讲中国透过着里长集团去到中国吼，接受着中国的官方安尼乞讨、食啦、用啦、算啦，拢唔免开钱，刷入去吼，够钱人摕。六天五暝，才开一个10000块至17000块啦。根据记者去甲调查，台北市总共有456名的里长，一年来已经有将近30%。百外名的里长呢，受到中国的邀请，去到中国各地去，和中国的工会交代啦，甚至还佮中国的官员和大官啊呢来直接接触。检调单位已经嘛传唤了部分的里长出来做说明。根据自由时报去甲查访啦，台北市部分的里长吼，会招因本地的里民去到中国佚佗，啊，分别去真侪所在啦，啊，这个看远啊是短途啊是看大小啊大小的这个所在，啊，分别是10000块至17000块不等的对啦啦吼，啊，那较豪华的吼，六天。五枚嘛，得爱开价10000，嘛开17000块，尔尔就对了啦。而且呢，一个吼坐着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到中国了后，食啦、啉啦、穿啦、用啦、开啦，拢总是公费啊，一手包办，拢唔免开价半角银。台北某一日的里长接受访问的时阵咧，讲中国透过着里长招团呢，啊，听咧讲有一寡吼团员就对了啦。一个见到这个中国的大官好呢，啊，因为这个旅游的费用上过头便宜俗气啊，相关的行程嘛已经排到明年一月啊，被中国吹掉的旅店啦，拢有传出听你讲，拢有经过过滤啦。迄、那个立场，那较有民主意识的旅店呢，都未去从吹掉啦。啊，迄、那个立场，那较无民主意识的吼，都未输上有钱，目睭着金的迄种吼，啊，较无政治意识的，都拢去用招伊啦。根据了解，中国以旅游来包装概算，伫最近一年来吼是愈来愈接。邀请台湾的人去到对面国接受着官方的大内宣，里长用着私人组团来暗勘伊幕后实际出钱的中国的通鉴单位，唔定里长呢去用吹掉呢，甚至还有大楼社区的管委会的主委啦，包括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啦，啊，包括吼庙宇吼内底的这个重要的啊这个。人员就对了啦，拢总是中国要招去对民国吼舌头壳的对象。特别是政府民政局局长陈英迪接受访问咧，讲讲已经啊，请各区啦，诶区长去甲这里长吼，考勤
去甲阻挡，这个时阵是真敏感，唔爱过安尼吼，我别带团、招团去到中国佚佗啦，阿嘛甲警告就对个啦。撇一边含中国警匪的官员来指责，一边有违法的代志。嗯，就当我啊，真久啊，啊唔是干啦，选举咧搞的时阵，可能一当我从头开始咧招啊，啊一个台北市叫招得个三成的里长。嗯嗯，啊则讲是讲去的时阵有开万外的啦吼，啊有开这个一万块看所在，大小、啊、大所在小所在，啊嗯嗯路途嗯啊是低路途安尼啊。无啊，重点我咧想讲，这到底去是真正有开啊无安尼啊？你讲一般基本其实咧，讲是安尼啊，啊去到遐讲啊歹听，钱过来跌到等于啊，哦是唔是嘛？无得卡，好啦，啊等我来，当是廿几个啦，无啊，伊内面阁有一篇有报道，嗯，包括蔡姜庙的灵官啦，包括要等来阁有钱人替，对啊，就等来阁有钱人替，啊但是伊篇伊咧讲咱只个检调就是讲目前为止啊，阁无看到只个里长，嗯，已经拢咧干顶啊，嘛咧干斟酌啊，嗯。啊！但是目前为止，佫无看到即个里长提前去迄个计算，我家己即场选举的意思了。当然，你若甲强伟要提前，互你退转来 ，OK 无问题啊。但是你若提即个钱去支持猫咪好选人，还是讲去做一个猫咪好选人的做选的行为活动，安尼就违法了嘛？啊！你不要啦，你不要去考验啦。我譬如讲，强伟今仔提十万块啊。啊！我十万我就讲，啊，这个姜母也好啊，庙里呢，伊就用我钱啊，这个姜庙嘛，啊，就不得算计。啊，我庙里呢有，啊，我这个在用我钱来的，我回去十万了，他就报话这出来支持猫咪人。啊，你就看那个姜条边那一条啥？对啊，有讲啊，有讲这边也是困难的啦。我跟你讲啦，没得啦，没得啦，无你这一片加起来才2万八点。一单话啦，检调讲已经传阮部分的里长做说明，啊，咱之前咧读新闻，你敢买读着讲倒一个里长又去中国，去学迄个做啥，学做收押啦，有你啊，讲迄个做啥，收押，大概拢差不多，即所谓的退官退将，哎呀，去红红，啊个个，也去做干爹面，啊对啊，差不多这啦，啊你也无招资料，无啥货，就期望就甘愿要去做细汉的啊，要去当咩红色啊，对不对？这用你。刚才我感觉这个用的多跟他一行的啊，就是说你没去的，你一定要人在招，你要跟他进行的，不要贪到那些钱要去，那去用杀掉，那些钱都是大条的，这是相作用的啊。这里面就说得清楚嘛，你如果立场呢，较清晰的，就是说较绿色的，你立场一参找就不去找你啦。那种过的。对啊，爱去的差不多都拿的啦，啊那没得政治立场偏拿的就对了。那所以呢，这个说话派呢，这么来，说话派，这老叫到即卖以后啦，政治立场反正那是偏白了，做啥？那是偏白了，对啦。伊嘛是看看咧招啦，还有那会招就对啦，吼。啊，这种物件啊，叫鬼啊咧处理咱这了，这吸到嘛，迄几个步骤啦，当假消息啦，交代你掉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无就开刀盘啦，啥话？大家都不爱读，啊，到底是聊偌济人安尼啦，哦，好啦，别青菜啦，哈，已经有调门过来，系里长啊，对啊，啊就说明啊，啊就出来问问咧，安尼尔，啊你若无信过，因为你到到目前为止，你也无看伊吼提一条钱，嗯，嘛无看到讲伊甲警匪提钱啦，啊嘛无看到讲因为伊甲警匪提钱，佮甲迄条钱提做计算用啦，嗯，所以这边啲啊，唔是遐尔那简单啦，所以嘛因为安尼，煞讲因家吼，迄个较无民主意识。诶，即一寡里长啦，即个里长就对啦，就安尼较大处大恶别从恶别从啦。当然是大啦，那唔大，因为你即要搞找到有证据，独一无二够戆的啦。王家公出国问题，家己讲能力嘅，能力嘅，阿个唔敢退咧，唔是讲未清楚咧，阿你都唔退，唔退，你都讲讲咗俾冲啦，阿个简单，唔是唔退，到底有啊无退啊？一个问题咧，是唔是家己碰风嘛？是一个问题，伊嘛系想讲唔知用啥脚去咩？单单讲，即个选举是真正有够好心嘛？做泰国生啦，即道选举啦，诶，唔卖讲即道头龙啊，头龙啊，伊嘛系想啦，伊呐忽然间接到迄个人。啊！人对方那个头颅，你啊头颅，伊咪讲好，我两亿袂歹，我呢两亿个美金，迄几十亿个代票啊呢？我高分退，我唔退，我都唔是空啊！咪哥，我系当清清菜菜用只名单啊，讲啊，你着政治现金，啊，着摕来捐款寡讲啊，是安怎？
如果伊若共答应，啊，即个声若向落去，音向落去，音向落去，啊，人家也放出来，伊要选哪？伊讲嗯啊，你国家都毋是白色的，原来白色的上界容易垃圾太高的啦。啊，这得要看，啊，要看咧主席倒啦，得要看国家党遐人对不对？我先惊啦，无就对方，无就讲吼，除非讲对方伊所讲出来三位啦，有生啦，迄三位就对啦，迄天拢无穿衫裤，脱光光，我看讲咧，我拢无穿衫裤，绝对拢无穿迄个什么偷录音啊，录音的器具哦，我给看出来哦，啥钱卡成过来？对啊，是啊，好啦好啦，这个卡成过来，这张过来我动录音，好卡在啊，好啦。这个新闻写的是看到到底写的是拢坑啊，可能拢坑头条啦啊，对咱来讲，听到到底写的是好笑安尼尔，因为咱根本就讲全无业话安尼嘛，我只介当靠台湾人民、台湾的力量啦，是爱相关政府啊，想要收买的人，你家己本身看到我倒落去了对啦吼，到家己把持会调啦，啊，卖去参加啦吼，啊，但是去到去一咩啊三声话咧，啊咩啊等下个过半档啊来报啊，去了了，好，好来。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报这种新闻吼，那无报掉，迄个连去判刑啊，是安那样啊吼，迄些是真正，来吧，这报了搞肥拢神仙啦吼。新闻就是安尼，啊，伊报一篇内容，只不过要家历史个选民讲个对啊，咱支持你个无浪费啦。嗯，不是姜伟啊，不是姜伟啊，头壳缩缩的，你着看清，你着随时当去遐做奴才做狗啊。啊，伊嘛要甲恁讲支持呐，就是安尼啦。你看头壳懵懵缩缩个所以啊，啊哥借啦、欠啦、用啦、算啦，各行拢唔免开钱，啊，等下了从各当赚交钱等来。伊就是要甲恁这个历史说明讲，啊，咱的基础就是安尼嘛，你基础就是靠家娘嘛。对啊，对啊，好。那咱家中国是收买袂行的啦，啊那因迄边遐讲啊歹听，中国嘛其实头较好谈，你嘛免甲收买，啊遐都罗在钱，啊着个收买咧，对唔对？家己也看到恁中国，啊伊着贵落去啊，遐来个收买拢啊。啊来继续跟大家看新闻消息下来。来另外这篇吼，即阵伫咱台北市正闹热啦吼，即算讲咱全国吼大清的小米琴的竞选总部吼上界重要的一位。阿妈吼，上尾场是为了对啦，成立大会昨昏终于来成立啊！听你讲讲场地吼，讲安尼钱差不多一万人变过啦。嗯，这是即马咧讲拢比较吼，较袂碰碰啊！迄早前上届无即马已经二百九甲五万人了，较早都唔知变安尼啊吼！阿爸见老咧得数，就是真侪人啊吼！即马咧做大饼啊，确实是较无像较早无迄个什么网络直播嘛吼，阿妈无啦，大家拢正常性，即部嘛无通去看。系啊，阿较早大家拢想要装起迄个做现场吼，感受一下迄个气氛处理嘛。对，啊，即马唔是啦，即马直播啊，说啊啦，啊，另外台湾人听政治人讲话也听甲是杂啊，对啦。当时康熙过世，大家关心关心啊，所以做咧，未歹啦，即个电话咧剩下人咧已经足恐怖啊，都剩济啊。来，即场来个连困麦，民进党正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啦。昨昏伫台北市来举办全国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来指出讲，国民党、国党共同话出讲，搁要重新拍开服务贸易啦。啊，这根本就是要和台湾行回头路，行等依赖中国的老路，用安尼来放弃主权，来牺牲着经济自主，忍受着社会冲击的方式，绝对袂当得到真正的和平，绝对袂当将国家去交予这群人啊。啊，赖清德又咧讲呢，伊讲选择吼赖萧配，就是选择负责稳健的执政态度，因为和大家绿色和平有尊严的国家。赖萧配关市竞选总部昨昏巡回来到全台湾各的上尾站，就是全国的竞选总部的总部的头前啊，这个所在就是北平东路红街坐势。啊！伫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包括行政院啊，这个院长陈建仁，一个立法院院长，有十分顶重要的角色的当代号召之下，现场一千二百超过一万人以上啊！啊，现场呢，会当讲吼，展现了全党大团结。总统蔡英文嘛，又去着赖清德、萧美琴的手，又关关大声来喊着当选。
转调吼啊，会当讲吼掀起了一阵吼最高调的时阵。目前等于表示讲选举剩四十外日啦，啊接落来吼每一天大家拢一定爱吼斗阵拼做伙赢啦。台湾伫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之下，已经大步走向世界啊。民进党之前嘛证明呢，依赖中国不如信赖台湾。伊有咧讲啊，伊讲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期间啦吼，这个台湾制造 Made in 台湾的翠安会当讲关进了处理吼，有八十个国家超过5100万剂啦，翠安无啊，这就是吼美德赢台湾的良心的力量。目前就已强调国民党宣称讲只是会当靠中国。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啊！以台湾即卖经济能力，咱唔免嘛唔免行回头路。对手呢，共同化出讲中心要去拍开服务贸易，啊一个要接受九二共识，一个要化啊要化两岸一家亲就对了啦吼。这种会和台湾行回等于依赖中国的老路，加做中国吼的台湾。国民党甚至一个讲要开放着中国的少年家囡仔来台湾吃头路。中国的六月份啊，今年啊，干那少年家囡仔失业率就超过20%啦。国民党替中国解决少年家囡仔失业的问题，可能会背上咱台湾少年家囡仔的未来。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这是叫做好友伊家己亲嘴讲的嘛。啊，别来他都改嘴讲有限度的开放嘛，对不对？哈，好啦，啊，这都同款的句话啦，家己想看买啊啦，吼。这个国民党这个无中国都袂活哩卡呢，吼。啊，至于讲这个要做啥呢？这个关系到这个中国即嘛吼，规个是乌纱纱吼，咧昨咧看新闻，真恐怖呢。这敢那像咱未来迄个挂嘴暗啦吼，啊咧面对着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迄个日子吼，敢那像又搁要来啊？哎呀，规个中国讲安尼，哎呦喂！迄个一路团就对啦吼，迄团到已经未去北京内底啊，我根本迄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是不是北京硬动，动无必要未去北京内底嘛吼，啊，这个这边不是北京贵阳沦陷嘛，迄囡仔讲安尼贵个发烧啦，啊嗽啦，啊这种就做死吼，迄 X 光照出来拢白色色就对啦吼，中国讲叫做白血病啦吼，白血病，啊咱咧讲是讲叫做什么啊，像梅将军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届吼，我也较谨慎啦，要求这个中国吼，你爱将你爱病症，咱们种种讲我清楚安尼就对吼，唔能够像电病迄个武汉肺炎安尼，单单暗谈就对啦吼。但是我咧要看中国这绝对会痛。哦，啊！伊即摆在台湾嘛，看你台湾来啊！台湾是目前是算少数，有咧监控，咱即摆监控啊，台湾卫生署嘛有甲恁讲啦。当然你爱家己吼防卫，你家己爱小心啦。啊，如果呐不幸你感染着的话，咱台湾药也是拢不足良相，够人用够人治疗，我呐免想过头先做惊呀。中国这倒是安那，还无个再继续封呢。未当去封啊，我都封啊啦。封三年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已经将因中国的经济气一半下过去啊。你啊看规个迄个什么，迄个楼啦、房啦、迄个土地了，对啊，规个公司达成得了了。哪个去导因为这个梅将军搁在红梅告别了对啊，差不多会当随时宣布讲，对今仔开始亡国啊。无，因这家咧红梅红花甲顶顶无同，这家是红迄个啥竹笋，红竹笋，啊嘛是红啦，嘛是红红消息。啊，伊未使讲数字，啊未使讲病情，啊未使讲啥，但都未使讲了对啦。就是红面，差点就甲人关掉咧，啊，这个是甲消息关掉咧，对啦哈，好啦哈，啊无导到空气，迄个国民党无你较过中。中国生意替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对啦，解决完了，用卡来解决这个经济的失业问题。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啊，人民这个倒转来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咩产品第一摆，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一个。我来，你讲。我老食，我搁报偌济人食嘞。啊，即摆我食那食了吼，还搁有一个啊，即讲叫我讲只搁甲关嘞。我讲好啦，无我食只三熬三罐嘞。我咧食到算讲吼，迄鱼虾吼。本来吼，我安拢拢我目睭红啊遐。啊，即摆吼，怎啊一直报去啊啦。啊，你讲目睭生鱼啦吼。迄个目睭白鳞的边啊，还有白迄落虾安尼就对吼。啊，哥三个，
台地吼。我向时啊，无食，我拢会夹开，啊，啊，吐一地出来，啊，你嘛，我食甲拢久呀。哦，是是是是是。啊，个胃啦，胃吼，算个胃里啦，总共。甚至现在袂食的时阵，拢好拿一放出来哦，啊，放放放啊。哦。啊，那食一个较甜的物件，食一个，甚至那阵讲咸粿还啥物物件呢？哦，就拢安尼足酸啊，肚肚啊，即马食食拢改善啊，安尼哦。我无食啊，一酸啊，有食着粿之类啊，个一酸啊。平常时啊，袂食是多酸呢。哦，好好好。啊啊，哦，即马哦，改成食食的吼，改成就那拢改食拢不要紧啊。安尼好。哎呀，啊啊啊！我变成做这行的啦。是哦，是哦，是哦。哎呀，啊，佮算个讲吼，你迄头两三年拢无困啊。好好好。三年呢？是是无困是啥意思？是失眠。困一条困袂去啊。哦，困袂落眠就对啦。嘿嘿，啊，都做爱困啊，困袂去安尼。嗯嗯嗯嗯。啊，即摆哦，食食哦，这都那真好困啊。安尼好。啊，佮我的囝哦，我拢那改食呢。哎。我的迄囡仔哦，伊有那会高血压的啊。哦哦。啊，我是讲改。这减价啦，对啦，然后啊，这效果我那也改善啦。好好好，是是是。这筋络哦，像这样哦，好，我那，啊，咱那就讲安尼鼓励哦，啊，咱就讲就要避开安尼哦。哦，好好。啊，今麦都有那会啊啦。筋络就对啦。筋络啊，啊，啊，唔就拢规样慢条条安尼。系啊系啊。嗯嗯嗯。啊，我老的哦，一边哦。嗯。安尼，好，安尼安尼，有那安尼，在多咧感冒安尼香啊。哦。香噶偌严重呢？唔，那唔做黑姑娘。爱香，我唔知啊啊！我同我家公阿婆，你迄落啊，你去你食，是多酸，啊食五粒袂啊，食三，就少食十五粒。好好好好好，那好呀。安尼好，哇，真好真好真好哟！啊啊，有些在讲你甲咱报足侪人呢吼。系啊系啊。哇，感谢你感谢你。我报足侪人就对，啊，我搁有一个甲报去了九如人哦，我则是冰冻九如。好，九如，好好，冰冻九如，嘿嘿嘿。啊，即卖哦，从我到算讲伊讲伊讲，我当时咧讲，我咧讲这这种这这年好听。嘿。啊，即卖讲好安尼哦。哦。啊，无你那咧咧迄个哦，无你。这样那打叫，是是是是，我真真感谢你呢，嘿我讲吼，好啦，无我都阿哥三罐的吼，我那食了，我等那边去叫，我叫他改一叫叫你的。哟哟哟哟。哦，我遐我报迄老人，报偌济人食咧。哎呦，做甲你感谢，我讲哦，我咧广告吼，广告都照安尼咧讲哦，啊，但是就是像恁这安尼讲倒三工小报上上介好用啦，哎，恁家己本身食，家己知影迄个经验嘛，哦。是啦，咱就知有迄有迄个改善，咱咱就知影。安尼好。我无，咱家己本身咱无迄个无食无无迄个，咱无。对啦，无食免来讲讲啊。这个今嘛是广告时间呐，啊，由信任公司敢独家所提供的对，许多商家有两个产品哦。做清楚有够明，我都要吃啦，我就心骨头上毛病，做清楚就对。哦，重点就是讲，伊甲咱报足济老大人，甚至身体上有障碍人来吃，大家要听落去去听。因为咱种朋友这不是咧卖嘛，这是爱去甲咱买，还去甲咱公司买，所以这不是咧卖，伊咧敢报，亲戚朋友识晒报，大家嘛知影讲伊过去有啥物毛病，对不？啊，我过去有啥毛病？你拢大家一寡亲戚，你拢知啊？啊，我毛病这伊足久啊呢？你敢讲伊个头壳疼要三年啊？别唔是啊，唔是头壳疼，未困起啦，未困起讲要爱三年啊。三年的中间未困起，大家嘛知，应该讲亲戚朋友大家嘛知。还有伊个左人咧讲话，大家拢咪讲着吼，都嘛知讲啊，某咪人都有啥毛病？伊干那这个未困起就对啦，都差不多待三年的中间就对，目睭有目翳，内滴。说来说去，这个胃啊，后来胃刚过吃吃的，你也袂堪咪恶白吃，安尼，无吃吃吃的一生啊，无吃的袂爽快啦，安尼啊，吃吃吃物件落去，吃较胖啊，吃什么物件落去，一生就对啦，啊，所以筋骨路的问题就对啦，一大堆毛病啦，咱公司大经啊，他种朋友，现在公司产品还个吃无，哎，这不是底下病啊，他多啊，这个咱这大姐哦，所讲的也毛病就对啦，我看你买完买找倒一个医生看啦，真正后头壳也袂困起，后胃后目睭啊，所来顺顺就说后低啦，后血压啦，啊后筋络的问题就对，你看要找倒一个，我唔知要哪找啦，但是人家信任公司这产品哦，你看效果出来了对，欢喜啊！二五高级亲戚朋友给人买了对，好啊，听一下吼，啊那是讲，干嘛讲？哎，
这个讲，这个甲恁做见证都真实在啊！你家己判断，你家己去普通看嘛，真实在吼。那是讲有需要要食的人，你就拍电话过来，好啊，想一下吼，啊好啊，了解一下就对了吼。真感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本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一处呢，各位新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个产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三款的朋友。买三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十四寸沸腾的电风一台，即咱台湾制作旅行。你别个金热天的无摊啊吼啊，梦特娇一领。这种会用起，金水属品牌平底坚果一支，你要金冰糖燕窝两盒拢会当。金星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个数三十粒。这种会用起多，咱一头金一行未完成。啊，另外就从那个别星山公司产品呢，啊，这个五款的朋友，咱都加上一款以外，赶快我老提供一款精品，来请上可能买五款的朋友。那买五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三米多保温杯一支，你买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你买个金单香的糖纸一打，金无环气的洗头毛巾一罐，金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用起。咱一包金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湾歌谣《春花望露》。
来，感谢哈，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不了解呢，电话他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继续，咱再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啦哈。那咱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啊吼，哇、哦，这是中国啊那边也是真正后下出病啦，啥会种种有够济了对吼。啊，即卖呢，这个就是中国那边遐像咧调戏安尼啦，啊，即届目标拢是囡仔甲老人啊，啊，其中一定囡仔吼，或、哦、为主体工作侪学校已经停课啊，是，哦，啊，是那停课，唔是学校宣布停课，是根本囡仔全部拢请病假啦，哦，拢请病假都无多来上课哩。嗯啊、所以学校尾啊，不等于讲啊，就规矩听无安尼啦。啊，这个病院内底讲偌趣味呢？讲、嗯、病院内底讲开一个什么？讲叫做特别的医疗啦。什么叫做特别的医疗呢？就是迄个囡仔已经咧发烧啊，啊人咧艰苦咧地大动哦。啊，讲伫病院内面讲开一个空间啦。啊啊，囡仔坐伫遐地大动咧创啥？你讲啦，你写功课啦。他人咧艰苦，还有心情能去写功课？我咧真正想，所以咱咧正常第一个想到，咱伊咧在咧艰苦啊，咧个个叫咧写功课，啊，但是中国咧唔是安尼啊。哦，迄条相片我看一下，真正笑死。迄大家囡仔拢坐到咩咧写功课，啊了身躯边拢一支大弹咧，讲他妈的比安尼就对啦吼，啊这规个乌沙沙吼，啊已经叹。破中国未少兴奋去啊！我听伊讲，啊，即马开始咧向外面传啊！我听伊讲向外，美国这边家我那有斟酌着，就是讲美国这边家呢，迄、那个囡仔吼，迄、那个做啥物啊？迄、那个突然间讲挂急诊啥的数量讲也咧增加啦，是，哇，咧增加啦！啊，这是从那边中国遐过来，咱是唔知影。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即马来要挖泥啊，对不对？是。啊，要挖泥啊了后呢，这又搁有一个，这个做啥呢？迄个茴香草啦。嗯嗯。啊，茴香草呢，中国人登去因家己中国的故乡，迄个引导的代志，咱就不管啦，是吼。所以问题是台商啦，吼，还是台干家要登来台湾的时阵打架啦，这唔知个遐病毒再去传到未来啊？啊，这一定会传入来啊。对啊。啊，这不好登来嘛，未使啊，不好登来算哪样？遐得个做文章啊。有啦。啊，要回来的时候就是咱台湾，啊去承担遮的苦楚嘛。所以有当时咱想想，咱在遮一般食头路人的对啦，去台湾咧食头路做生意的人吼，都衰啊。咱中国钱赚两百块银啊，啊，结果一寡摆的，你想迄个中国病毒啦，哦，迄个武汉肺炎啦，啊，包括中国肺炎，迄个 SARS 对啦，连咱忙懂唔到呢？对啊。啊！咱咱去中国吃头路，做生意赚大钱，去也感染着这个病，无啦，嘛讲高烟，啊，唔是，咱连去赚着，赚到半甲半点都拢无，啊，结果这个卖，咱拢有分。是，这个代志吼，就伫中国已经实在是足严重啊，就对吼。啊，咱那个拜老甲大家报告嘛，吼，讲你带囡仔去到这个，就做三个迄个病院挂急诊啦。嗯。啊，挂急诊讲竟然咧挂一千几号啦，啊，一千几号就个急诊。哦，听到没有？在咱伫台湾，真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就对啦吼啊！这个囡仔去到病院吼，病院甲你搞些白牙车啊，你敢当？挂号完了后到看诊，单台一八点钟起跳，就是讲你上少爱等八点钟啊！哇，顺利啊！这真正有够吃咱吼啊！即嘛中国呢，因为这个怪病吼，伊是拢讲这个原本有的病毒啦，唔是啥物怪病啦，正常的状况啦吼啊，真正是正常的状况嘛吼啊！美国呢有五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啊，写批给因的总统拜登啊。要求美国政府啊禁止着美国甲中国之间的旅游啦。哦，但是先禁起来，叫做旅游吼，美国人唔能够去啊，啊，中国人也唔能够回来美国，是嘛咧？这虽然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吼啊五位啦吼啊写批给拜登，但是咱才时间都简单讲吼。诶，即美国因为迄个做民意代表吼，是诶，有当时啊，因咧看代志的时阵，有当时啊，我是感觉真佩服因啊。是，哦，咱台湾到这样时嘛，阿未有一个啊，这个民意代表出来，甲咱的政府官讲，停止中国
加台湾的旅游，嗯，啊，无人敢咧讲，又讲咧到特别是的旅游业，该敢讲啊！啊，最近这种的镜头，今年啊，这个时阵发生咧，嗯，迄反正过来咧代志，就恐发生啊！啊，大家嘛知啊，啊，你啊看好友谊，嗯，伊讲伊当初伊要开学中国的这个少年家囡仔过来台湾吃头路，嗯，啊，甚至就对了，要替中国解决世界的问题，嗯嗯。啊！遐中国少年家囡仔唔知感染着偌济病，啊，拢伊嘛未去知呢。我俾佮开放过，就俾佮开放过来。是是是，好，所以哈、哦，这物件会叫拖回阿妹啦吼，啊，会佮像边边迄个中国病毒武汉一样，即嘛甚至有人咧怀疑讲吼，中国虽然一直讲这是本来就有嘅病毒，吼、哦，啊，即但系你哋寒人搞本来就会发生嘅，但是即嘛有人咧怀疑哦，讲这有个可能是迄种叫做中国病毒武汉一样嘅新病。病症哦，是不是有个新病症个造出来了？对啦，哈、啊，这就属于怀疑嘛，救死者抓嘛，嗯，因中国政府的救死者抓，我无、嗯，这绝对不是新冠吼、哦，哪、嗯、一、啊那个变种的新冠肺炎不？不是，不是，因那个救死者抓、嗯，对对，啊，中国人的话听信吗？这个中国是不是会搁再封城吼？啊，这嘛封城报应呢啦，啊，这嘛有诶新闻吼，这个猜出了个绿码啦。立马就是讲，你经过检测是安全的，无感染，啊，你的手机啊，就突然热烧。嗯，啊，你那是有问题，也不敢去涂红色，红色你就走白见啊。对对，啊，这是封城的竞标啦。嗯，啊，即马有一两个新闻开始咧做这个代志。啊，另外呢，中国有一个做外国大工做名的所在叫义乌啊。义乌，嘿，义乌是一个地号名。这个义乌的政府呢，竟然建议啦、啊，每一个家庭，你至少拢要保持十天以上的迄、那个迄、那个粮食啦。嗯，每一个家庭家己要准备十天以上的粮食的存粮吼。那是当作大家经济好好用。无，所以重点是这个义乌的政府呢，下底因的官方网站向因的市民发出这个消息了，这市民都欢喜啊。嗯。爱准备十天的物件，啊，那安尼意思就是讲要封城的款啦，哦，讲不出来啊，如果要封啊，哦，哦，我所以哦，即我看起来就做咱老朋友吼，啊，伫中国啊，你也知影讲，伊伫中国倒转来吼，那讲要找你，你也讲你慢来，嗯，哦，你慢来哦，你身躯顶扎一片都足恐怖哦，唔通过来吼，所以即个就做啥呢？啊，咱的政府啦，有哪有咧呼吁啦吼，咱的迄个卫生福利部啊，疾病管制署呢？啊，咧呼吁讲吼，即、这个囡仔甲老人啦吼，啊，非必要唔通前往中国就对，吼、哦，是有咧呼吁安尼个，有啦有啦，有咧呼吁就对啦吼，啊，尽量是嘛，因为即种所谓的什么梅将军啊、流感啊、腺病毒啦、啊，什么种波浪中有，啊，即呐照正常来讲，即呐是一般古早的有的病毒，嗯，较早以前到即种个做规根病客家迄种程度，听过，哦，对啦，所以从武汉肺炎开始靠。哎，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看起来，那么美国这边者也是一个外国的医学专家，是咧怀疑讲，唔知今日武汉病毒个病症出来啊？未啊？传染病是安尼啦，传、染病你若无着较先进的国家，有法度能去甲治咧，不能所动。传染病你若无着像中国这落后国家，绝对都是一般流流去啦。啊，以及的传染病你若讲一种咧，还 OK 咧、那个看看都阿先点出来，还是两三种、三四种的病咧。嗯，迄唔知个互相相交配，搁再生出一寡吼新的中国病毒啊，武汉肺炎咧。顶礼拜讲七种啊，七种啊，哦、七种，到咱的下啊十二种。欸变十二种啊！啊，七种你个想，咁真正咪互相相交配。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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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买近视。会走会飞呢、啊？你伫遐飞来飞去的时阵，照常咱人是看着人，会是合作去结婚生囝呢、嗯。但是迄种买进伊，无一定是安尼呢，有可能高含低伊嘛，枪崩皮嘛，做位伊嘛生出来啦。那叫变进得好啊！变进得啦，变伊含变进的皮个，冇可能出奇怪。哎呀呀，啊注意啦吼！啊，咱的政府那有咧注意，免烦恼啦吼。但是总是中国无代志慢去啦吼。来，感谢，咱来进攻过来。好嘞，感谢啊！咱同款啦吼，搁再一次甲大家报告吼，即马中国迄边遐吼啊，除了经济问题啦、房地产咧崩盘啦、啥物种种以外，即马上要紧的就是中国迄疫情啊，又搁扑起来啊吼！啊，而且咧，这传的速度非常的紧，咱的电视应该拢有看到啦吼。伫台湾人，你绝对无法度去想讲，带一个囡仔啊去病院看急诊，竟然。
等的时间对八点钟算起安尼啦。嗯，哦，竟然等的时间对八点钟算起哈、哦，啊，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哈。所以咱家己莫去中国以外啦，那是咱你的朋友打对中国倒转来，我们来叫他慢来小吹。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人人卡，吉细卡，保险趁早，人生安好。台银人寿重新出发，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胡志伟，感谢大家一直来支持鼓励，拜托所有乡亲继续支持争取上济有声的。上会做代志的两位区主委，和北高雄的进步继续向前行。拜托大家一月十三日支持会做代志的区主委，多谢大家。头家，阮今仔是要牵一台电动车来骑，敢有袂歹的介绍一个啦？吼，袂歹的有真多啦，啊袂使，我先讲吼。哈？变形电动二轮车无戴安全帽啊，袂使；无照号志、标线、标志骑车，袂使；违规骑伫人行道，袂使。载人也是违规停车，袂使。哦，原来有这些规定哦，我要先讲给阮囝知。嘿，安尼会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局提供。立法委员候选人郭贝宏在庙口举办《起造大高雄》，阿贝来开杠，有台湾创作歌曲表演节目，12月6号星期三。晚上6:30在林雅区义成堂关帝庙，彭席新世代，安全保台湾。郭贝宏阿贝来开杠，一起来庙口，一定要来哟。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木啊，请问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买胸围老婆卡总比买保险，没问题。不过爱讲死口讲不清楚，你慢慢来。伴您靠岸，台银人寿一直都在，以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为本，尊重多元，关怀弱势。因为台银人寿，我不再漂流。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我是立法委员林黛华，高雄的走仔林黛华，黛华不嫁啊，黛华嫁给高雄。台华嫁予台湾，台华全心奉献。台华想了解乡亲的需求，咱大家团结一致，支持咱的祖家林台华。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该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00。那个飘浪的青春，那些青春已经过。我也好你来点的生命一直退听到没有，起花果有用，嘴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起哥过嘴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十几年前40几岁，医生说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现在现在十几年来啊，医生搁复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嘴齿还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科真歹找，赶紧电话健卡，台南康六79450079，台南康六79450079，感谢你。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大语文囡仔个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记者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
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给爷爷啊、孙啊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家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个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嘉南青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的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有台南喜鹊啊流传200冬的古旧故事，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绘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介绍呢1150元。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才立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界大的优待。如果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伙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着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陈选林黄杰，这次参选到高雄第六选区的立法委员，前进、新兴、林雅、高山、盐埕。黄杰是高雄的查某囝，少年敢冲敢拼，对高雄有热情，对国家有理想。拜托大家1月13日立委支持黄杰，总统支持赖清德，做伙守护台湾。拜托，感谢。0800-5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这是咱台中市郭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风雪中的旅途》。
流起汗液，无惜代价无违背，完情爱天星半夜，恩恩爱爱着相对，为你放为你痴迷，谁知恋情无结尾，寒冷的风中酸涩，云飞飘飘坠落地，哎呀哎呀，我听你我想飞，今生今世欢地放你出声音一回，小杂情山明海誓，如今爱情随风吹，寒冷的风中酸涩，风飞飘飘坠落地，哎呀哎呀，甘要心难过，放我孤一个。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啊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咱继续过来甲看这个叫做新闻消息哈。这个新闻哦，台湾听看买啊，和咱台湾人哦，就是面对中国威胁上大的一个国民就对哈。啊，结果呢，咱呢对中国的迄种叫做三个迄个宏观吼，敢那像迄个心红，也毋是做做好吼。是安那讲呢？来，咱来甲看一篇哈。这美国啊，讲有一个叫做雷根总统的基金会啦，啊，因伫咧即个做顶礼拜四吼，就是10月30日，有公布出来2023年啊，即个国防一个调查的报告甲民调吼，也显示啦，将中国当作敌人，竟然高达到77%，是美国、哦。美国哦，吼，这强辉也是无讲美国是嘢哦，吼，啊嘛无规间讲，讲要谈美国安怎样啊？结果呢，这个做啥呢？美国人有77%是甲中国看作敌人就对啦，吼。啊，另外呢，有51%的美国人啊，啊，认定讲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安尼啦，吼。啊，这个做72%的美国人认为讲中国那是一旦出兵打台湾，因就要来支持。承认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呢，啊，对着这件代志呢，啊，这个叫做啥呢？台北台咱这个台湾呐、啊，这个基进党吼，这个台北市港澳立委参选人吴新代就咧表示啦，伊讲吼。过去的美国用幻想啦吼，想讲用这个经济当来和中国改变，和变较民主的啦，还是变较人性的吼，啊，卖啊野蛮吼。但是后来呢，经过这几啊十年啊，已经发现讲啊，这根本都无可能吼，不是有心在发现讲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早就知无可能，但是美国人就好大好大安尼啦吼。
啊，佮加上讲呢，即个就做啥？中国被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啊，和全世界看到中国恶国的所在就对啦吼。所以即嘛愈来愈侪的美国人对中国是产生敌意的吼，尤其是敌人。啊，吴新代伊咧讲。讲国民党啊推杀的这个政府啊，这个组合，就是讲因推杀的这个政府总统啊，或者是迄个做种种的，想要去做国大官遐啦，侯友宜啦、赵少康啦、韩国瑜啦、朱立伦啦，这全部拢总是差不多是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而且呢。含中国拢差不多含鼻腔咧出嘴嘅吼，吴新代咧问因讲，啊恁咧反台独到底是咧反台湾、反独立，还是底下咧反迄个无符合习近平咧嘅意思吼？诶、人拢冇反，所以吴新代咧讲讲一个政党啊，爱甲话讲哦清楚，是啊，蛮含共产党同款吼，拢变讲讲一寡孤陋寡闻嘅物件啦吼。台湾人不要说美国社会都已经看清楚中国的真面目了，如果我们台湾还有政党还有对中国有幻想，或者是想要去什么去导向中国的，这人民应该做会总选票给他淘汰掉，这样就对了。这咱至少咱会记哩吼，这迄阵啊，唔系旧年嘅时阵啊，唔知是也是年初啦，唔知是倒一个国际嘅民调一个做吼，做全世界从中国视为敌对国嘅吼，也是讲对中国无友善啦吼，啊认为讲这个做中国唔是一个友善国家，迄、那个头前嘅排名讲十名来台湾，竟然排无入啦。台湾讲竟然排无名了，对啦。啊，这个台湾是受中国威胁上大个啊，吼啊，竟然排啊，从中国视为敌人呢。伫美国做调查，美国人是77%呢。是，哎，我即摆想要请教一下吼，在那伫咱台湾做民调，甲中国视为是敌人呢？台湾人到底有几趴？是。哦，到底是有几趴就对了哈、哦，啊，所以这是这个吴新代哈、哦，来引用到这个做美国雷根总统基金会哈、哦、所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就对了哈、哦，啊，咱台湾真正有影爱想一个啦，哦，人咧美国讲啊歹听，中国若要甲美国拍去了，都考虑甲对变去的哈、哦，啊，但是呢，一竿竿伫咱只无人机飞过来飞过去，走出来走出去。啊，国民党甲国民党干遐讲啊呐，啊讲你民进党去干污的啊，民进党你人因人受气啊，民进党安那都安那，啊靠呀啦，照中国的讲法拢卖互伊受气的话，你是导航啊嘛，我、就是导航啊嘛，好，好啦，这是这个做美国吼、哦、啊一份民调出来吼、哦，啊咱台湾人唔知当几趴是强调这个做这个中国是为敌人就对啦吼、哦，这台湾人唔知捌去个做一个统计，咱台湾人是安怎样面对这？汇率的中国强会竟然这个民调婚姻呢是因假设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啥这个拍数无美国的多，我个人的感觉是啊，咱台湾人本来就是一个真善良的民主国家，这个善良的民主国家伊未去学别去敌视人啊，本来就是啊，所以讲对方先来甲咱拍，对咱无咧，咱只系去受婚礼啊，是啊，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啊，古早蒋介石蒋经国。迄当时也未死的时阵，甲咱台湾人家讲咱是民间国的啦。啊，就安尼嘛。然后的时阵，一直到甲慢慢，一直到甲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包括蔡英文，这段期间做这个总统的过程当中，你讲因冇有咧讲汇率嘛，嘛是有啊。有啊，但是咱个有咧含伊交流，不管是学术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不管是吼经济贸易的交流，拢总有啊。啊，加上以前讲啊，咱就是中国人啊，迄种嘅教育，加上讲咱台湾人本来就是一个善良嘅国家，未去学别吼，去含南要招要冤家相拍，啊，即南南做一堆，变成咱台湾人嘅头壳变态啊，我去变态去啊，别人咧甲咱派，你甲咱归咱唔知人甲迄个汇率甲派落等，你啊看因即个中国政府不是咧讲迄个话气啊，个用飞机啦、船只啦，咧入去咱台湾嘅时阵。咱台湾人的政治，你们敢敢去搞公安啊？有啊，到最近的立委会的这个啥内面的官员，包括蔡英文，他拄着把那加加减减个回应一两句啊。其他的这是国民代表，大家对中国的回应啊，那软绵绵啊。其他的中国人对咱客气呢？
伊要甲恁尊重呢，讲电话就是要怕要字呢，什么你们搞台独啊，不得有好下场，然后迄种的迄种的嘴脸，你看的，迄真正迄那伫咱台湾咧差不多吼，已经到了红到围炉啊。啊，结果唔是呢，咱台湾民意代表看到迄种嘴脸嘛是点点啊，嗯，嘛是点点啊，有在落你嘛是爱个呛到等于啊。有啦，有啦，有几个民意代表是会呛中国的就对啦，吼啊，不离个迄南疆啊，像阿鲁工作大呢，不离个咱甲中国视为敌人，这是咱。咱这个一般的人民大概像咱这个阿啷阿咧想嘛，但是你看咱的军方咧演习的时阵吼，未直接讲，这个叫做假想敌，就是军规。我唔讲安尼，我只干阿讲啊，这个假想敌安尼念就对啦。啊啊，到底假想大家敬我，啊，讲就敬我安尼吼。大家来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美国人到底肯定我做什么？嘛是有啊。哦，美国人为了跟中国做生意啊，啊，但是咱美国人77%是认定中国是敌人的，哦，啊，所以做生意永远是较少数的嘛。在咱台湾2300万人来讲，真正跟中国咧做生意也侪啊少，侪啊200万啊，啊200万加2300万来比起来，即卖还是无200万人伫啊啦。较早讲有200万人伫中国，即卖还是也无啊侪啊啦，吼，走来走倒来倒。啊，所以在这个数字甲比起咱的全部的人口数，嘛是啊，都算少数啊。嘛是啊，哦，嘛是算少数啊，哈。啊，但是呢，啊，什么时阵台湾人会从中国甲视为敌对国啊？民防的心理爱做好势，哈。再加看以后安那发展安尼啦，哈。好嘞，好，感谢啊，0800058668，哈，来。在咱接受的机关，阮继续昨昏伫台北即场诶造势大会吼，咱拄则有念着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啊，咱即卖来个看副总统参选人吼，萧美琴伊安那讲，民进党正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萧美琴昨昏来举办全国甲台北市竞选成立大会，萧美琴伫咧讲话时阵，伊安尼讲啊，伊讲蔡英文总统率领台湾度过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包括经济动荡，并且得到国际社会信任啊，伊甲罗清德一定会延续蔡英文稳健的路线，阮袂互台湾人闹开啦。会好啊！这个台湾人有尊严面对世界，感觉骄骄傲，请大家选对的人，行对的路，做对的代志，让咱台湾有气魄的面对世界。啊，小美琴伊嘛咧讲，伊讲伊受赖清德邀请啦吼，参选副总统的时阵呐，伊感觉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大，伊嘛有责任感吼。乡亲报告就对了啦，为什么萧赖配的啊赖萧配啦吼，会领导之下会当对着台湾未来更加有信心呢？首先，伊过去3.5年伫美国咧拼外交，知影世界安怎样啊来看台湾，美国。甲加一民主的国家挺咱台湾，是因为台湾人啊，这个有骨气啊，咱台湾人啊啊，这个有迄个价值。台湾人是世界吼上善良、上界吼慷慨，世界吼对到有灾难、有困难，台湾人拢愿意啊，伸出双手来救援啊。美国总统拜登甲伊其他的国家的元首高峰会的时阵，一再来肯定啦，讲台湾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欢迎未当吼啊欠缺的一部分，这表示世界未当无台湾，台湾是上重要价值支持。搁再来就是国际社会相信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带领着啊台湾度过着风风雨雨，包括百年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包括吼啊这个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一个有经济动荡等真侪条件，台湾会当予加倍成长。蔡英文总统任内稳健啊，不冒进，不挑衅，因为台湾人民爱好和平、民主甲自由。面对着压力呢，嘛袂淡头呢。咱知影吼啊，爱壮大家己的实力，只要我都能维持永远的和平，向上我都能因啊来延续的蔡英文总统呢，被世界支持甲肯定呢，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吼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和全世界拢想要甲台湾斗三江，含台湾徛做伙捍卫敌来无容易的民主，维持全世界的这个啊欢迎。啊，加经济就对了啦吼，这是咱看到吼，这昨昏伫台北市吼一场造势大会吼，小提琴啊，包括吼，都有这个啊大清的，啊，另外咱那个看蔡英文总统伊安那讲呢吼，叫闹一片啊，这昨昏算讲伫台北市这三粒上大头的啦，不是大头变大头啦，是政治人物的培训的大头啦吼。来，这个国民党主打2024年大选是战争加和平啊！蔡英文总统昨昏伫演讲会场，伊正式回击咧讲啊，讲无人要爱战争啊，大家拢要爱和平啊。但是，阮无爱迄种香港式的和平啊，阮要有尊严的和平啊！伫这个厝的大门装锁，这唔是要甲厝边隔壁挑衅，嘛唔是要招厝边隔壁来冤家相拍，是为了更加安全。无设防，则是上界危险的。蔡英文伊强调呢，讲明年大选呢，唔是战争甲和平的选择啦，是选择有尊严的和平，请大家选择赖清德、萧美琴，互因来保护台湾有尊严的和平。啊，蔡英文为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做讲的时阵表示啦，讲民进党吼爱胜选呢，唔是为着政治利益就对啊啦，是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啦、区域的和平稳定、甲国家的永续发展。这礼拜台湾的股票指数呢，离开了已经25年，搁再一次来超越过香港的股市啊！蔡英文政府执政7年外来，台湾的股票翻倍成长，代表台湾人啊，这个真打拼，世界对台湾有信心，世界投资台湾嘛，代表台湾真安全，国际。嘛，真放心就对了啦吼。另外，这个前行政院长啦，苏贞昌伊嘛咧比咧咧讲就对了啦。伊讲吼，无头鬃的人，才知影寒天冷啊，才知影吼日头晒落是真疼啦。有民主选举的人，爱好好珍惜啦。如果有一天若无民主自由，迄个时阵再来感觉讲失去啥物货的话，就对了，已经也袂赴啊。包括你看院长尤锡坤昨昏嘛伫台北市，即、這个第五选区立委参选人啊，即、這个五派英吼啊，做选的时阵表示咧讲啊，讲吼民主自由的那空气同款，平常时你嘛无感觉可贵呢，但是若无伊，你是活袂落去呢。台湾袂当变成第二个香港，伊要呼吁香。重新支持赖清德、萧美琴、吴派英啊，政党的票一定吼爱抢救不分区的立委参选人王义川。多好滴！安全名单会比边啊14名嘛，伊排下了不分区排24，所以人来讲，王义川啊，真正有调的话就是吼，民进党的就有可能这种就是啥国会有个单独会过关哦，所以说王义川起码全变成是一个焦点指标的人物安尼啦。啊，王义川这是真正有北来呢，是啊，哦，另外一讲话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所以民进党不分区乃当到个王义川会当起立的话啦，这应该就是该起码啦，未去有这个苦劳动当面的所在糟蹋啦。啊，说明当时一定会起几个啊起立的啦，吼、啊，互伊去做一个阳春立委也袂得变啥啦。分到上者是偷摕一寡资料，安尼要抄抄的了，送去别人安尼尔。我是感觉吼，即回民进党这个不分区的进党票吼，应该爱真好拍，是哪讲真好拍呢？因为伊第一名甲坑迄个上啊，韩国。我的朋友不是没拿的，也是很多人支持拿的，只不过平常是大家在开讲的时候，没去讲就黑了。但是你在选举的时候，如果比较严重的，你譬如说高雄市长，譬如说那当时他那个和蔡英文选台湾总统的时候，这就会说了，因为这月那个月底太严重了，这怎么开讲，也是跟刚才我说，拜托我们国民党是没人了，韩国如果出来选总统，你是怎样，结果他那些人的回应是怎样呢，说我这月我不要去等了，三人都不等，我说你不等等蔡英文不行吗，都没来都不等了，而且哪会不等，你拜托你叫韩国如果也等不下去，他也这样说，所以说这道不分区
迄、那个立委的选票足好拍的啦。嗯，看民进党是都是安那拍啦。嗯，你拜托你搞你搞坑出来物件，有啦，即卖是有咧放嘛，有咧放风声讲民进党国会若无背叛的话，有可能未来立法院的议长就是韩国瑜啊。对啊，啊这个韩国瑜一个立法院。诶，院长迄是我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啊，那是个抽啊，啊，大家咧做这个院长啊，抽啊，你那个标分够个黑哦，够面个人标分够个歹，不能得一个面。啥物？见面咧选举的时阵，啥物？双卡用卡头底下咧行路啦，啊，爬去抽啊顶啦，啊，无咯，无咯，较早咧含人咧访问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咧，能捞就捞，能混就混，拖垮这个政府。啊，无就讲吼，民意代表讲啦，讲伊即卖生活就是安那，就是啉酒啦，就是看水查某囡仔安尼啦，拍麻将安尼啦。这是个政治人物的，当安尼责任，这是一个人民的标准呢。啊，你咧武器吹，讲做歹听，你是要互咱台湾少年家囡仔都逐天伫遐啉酒拍麻将，啊，有水的查某囡仔，两米目睭像迄个什么人啊？迄、那个古早的姜惠头啊，迄、那个江泽民，两米目睭那像小高包，你看咧看得迄个查某囡仔，我看一边是来看就讲，人个水的查某囡仔无嘛，小我说一个就好，听、一个就好，欣赏一个得啊。有人看迄就行诶，你当作你一样看咧，我爱着你安尼哦，哦，真正。你是要甲恁的后生，嘛你是要甲恁那种的台湾的少年家囡仔，加加上韩国路翻的面啦。无啦，不离个咱家拢同温层吼，在咱拢家己的啦，所以吼、一定是热情得加小米琴嘛吼，对不对吼？咱绝对是支持。啊，但是唔通诶，未记得注意呢，就是讲，这个国民党甲国民党讲无好势了后，因即嘛就家己就夹抓嘛，即变三卡都嘛。啊！你个一个三卡堵了后，突然又连头个韩国路、韩国路环工，他是未加起来。是啊。啊，那赵少康迄个叫做政治老统了，对吧？哦，他在以前讲叫做政治金童，现在叫政治老统啊！哈、哦。啊，结果呢？讲国民党的民调，我开始离去啦。哦。我开始离去了。就是讲八回流对迄个。对，啊，国民党怎一直落下来啊？对啦。啊，这民调，可是几啊间做出来拢是同款安尼吼。啊，甚至迄个点点吼，迄、那个做啥咧？五七咱九合一选举，迄、那个非常准，迄、那个日本人是小丽人有无吼？伊咧讲哦，这个做国民党做民调，虽然是快速，咧唔是快速啦，是安尼一直增加起来。啊，国民党啦，但是免烦恼，就是赖清德应该伫十二月份吼、哦，就是这个月开始啊，伊的民调会爬起哩高点，哦，伊的民调爬起哩高点，安尼就对。但是咱要注意的就是讲，如果啦，瓜分贴这个瓜洞真正抓起用气爆，嗯，边缘化去的，安尼国民党伊的票会变较侪咧。我上好就是瓜分贴甲国民党之间吼，我看法含李个小绿员是无同啊。我系感觉瓜洞这票那走啦，嗯，都难是无出来等的是回到等的民进党。毕竟瓜洞遐嘛是阿个作者签的去甲支持的，哎，买个分裂的啊，不是，伊都绝对也登出来啊，绝对无可能未登出来，因为瓜洞这群人是对国民党做袂爽，伊是咧介国民党咧，伊是看瓜洞感觉迄个民调落完啊，关关啊，未够话计，啊，好友谊遐完啊，关关啊，还好，伊是咧笑笑讲，这两种人夹牌从瓜因瓜会当做总统安尼支持，我感觉吼。以前就是我爱讲伊是劣个，我相信。伊是讲你好还是会啦？啊，但是今啊个认为我是劣个，遐我那袂使算劣个呀。你个就算唔是算劣个，因我那袂去支持。我也感觉是安尼。好，来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
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熬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项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了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多啊，所以咱啊每把啊，咱每把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科。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摆，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得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一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去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另外要来甲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乙骨长骨伤，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亲像咧浸滴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筋骨伤，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筋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能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信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伤。如果那无只骨浆骨伤来个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蛇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刷咧去，你就磨掉顶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诶时阵。性三软骨素内底也个有黏多糖小分子加原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个咱个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也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
所以用这段经的台中朋友有人给我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了吼，处分了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里面的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三边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的搞这灯号清洁，这灯号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了，怎么这灯号白听吼，你该想方法一个了，对，吓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这段经的台中，喜乐通专门第一了灯号白。清理的就对，这个是刚才咱信兰公司有这这个稀土通，这米把这传研发的就对。阿和技术，他都有人讲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相信话，我能等下清气，卡袂去记得去等下白天，这非常清楚的对哈。再来一个人，我报稀土清，这会用哈，未使回楼客，回了楼客对了，像咱一条狗啊，你赶快的对，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志就对啦，有诶物件就又开始杂，一条狗仔就未通，未通就归臭乌乌，做上去的话，咱会更感官艺术个对，那又脱掉就对啦吼，有阵时咱走未赴个，跌脑里看袂安那得，跌心中看袂安那得，后日会未通，跌脚未通个样，你把它清净了呢。做上去的话，经过报虚度清改正吼，报顺境，咱们说平路。钙合三病的对啊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补肾给惠阳所，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在做的呢，米巴照传，就关乎咱做安尼两样哈。所以除了这三病以外，能用许多单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怕电话做详细，所以问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非常。好嘞，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8哈，电话在下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跟咱做接听。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下来。来接落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吼，这个台东县伫今年一十月迄当时，遇到一场风台啦，一场风台叫做小天，伊个名叫做小天哦，啊，从台东县的兰树吼，扫家呢密密麻麻。啊，听你讲讲到今嘛，啊，佫无在叫人处理佮完善了。啊，这问题到底是出伫对的啊？一个台东县政府，咁拢无相关的能力佮这个资源嘛？万叔应该是台东嘛？台东对，台东诶对。来，这篇咱来佮听看卖吼，即讲吼万叔诶一名，这个公民伊诶名叫做啥？伊叫做吼伊拿西拿伊让啊，西拿伊让吼，还原住民的名，原住民的名吼。伊本身是红叶保护协会的一名志工。西拿伊让伊安尼咧讲呢，伊讲吼小欠风台少过两个月啊啦。啊，兰叔吼，即马同款个无啥啥呢？听候复原呢？10月初4日，气象署来发布着中度风台叫做小欠定量呢。暴风口啊，虽然有来吼闪过着这个台湾的越南边啦，但是超过17级的强风刷单对着兰叔扫一个密密麻麻，吹歹了兰叔的气象站的风速尖啦，会当讲吼啊，入侵了几百年来上界强的阵风的纪录，也个吹断了29支的电火条啦。专栏书断电7日啦，通信中断严重影响的救灾，一名女子去予卡车甲第一个受伤啦，啊一名这个查甫老师吼，安尼吼骑车要回去，也是要去上课的过程当中，刷单在堆溪啊路里边啦，溪流水里边单去予水淹死啦。包括开元港内面有真百只的渔船啊，全部扫一个沉沉落啦。啊，包括吼、哦，这个小艇就对啊啦吼，冻伤了兰叔，一直到今仔日啊2个月啊啦，
中间的卡步有够慢的慢啦、啊。啊，虽然台电人员甲国军弟兄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伫这个无电火的暗暝，一直咧抢修，一直咧好复电，但是吼、哦，宽道公路的路顶赶快更未起来呢。嗯，危害到夜间的道安啦、啊。日前讲有一名少年的老师啦、啊，伫无这个啊，这个路顶的照明之下吼，骑着奥多麦啦，啊，结果看无清，看无明，算难怪奥多麦在对骑啊落呢，大去淹死啦。根据了解，向公所发包的路顶的厂商讲吼，钱已经开完了啦，啊也无经费啦，嘛无时间能够修理安尼啦。啊，回顾着惊心动魄的迄一天、迄一暝，超过17级的中风扫兴。规下难事的族人就对了啦，听你讲讲去一天的阴暗是安那多过呢？嗯，家族者吼，听到风台来，就笑什么放风台假的人吼，就苦你个听讲嘛，看你听到吼会错未啦？讲偌济吼，这个难事的族人讲去天的阴暗，讲唔捌遇过迄种的强风，讲强到安尼啦，迄暗拢无困，讲厝的人吼，双手双脚讲拢吼，上这个啥？像这个啥门啦、啊、窗啊门啦、啊，安尼拆掉掉，拆安尼要创啊？因为风太大太大，诶，窗啊门直接叫啦，啊，南苏叫啦，南苏都无迄落足悬的山窗在挡啊，对啊，对啊。伊若无用双手用脚一个拆掉，迄门会吹飞去啊。迄窗啊门会扫一个无伊啊，那像偌清德伊细汉的时阵，做囡仔因大一件，你不讲干了安尼啊？讲风太大，然后迄暗片就都吹无去啊，还可以吹啊，一样来吹暗片啊，无落来啊，无啥无只啊。难事就是安尼苦，就是安尼经过迄阵的安尼啦。听众朋友咧，听到风太的报告时，就甲关市长讲，阿要放风太假无啦。哎，咱来听到即句话时，咱听到较较会比比爽咧。迄、那个小庆迄阵对南师真正母一个话，你会记得南师的海，迄个尴尬，拢迄条细只渔船啦，对不对？哦，订一堆嘛，讲全部是放大啊。啊，是讲啥那迄个电力咧？要恢复开用较久用未好势，你知影爱讲钱用了啊？啊，你钱用了，你变成超商，我就不爱跟你做啊！你管政府，你无钱，你无钱，我该做不成啊！超迄个所谓的这个啥这电力公司的私人超商，伊要共收你无啊？嘛有一条钱啊！你无钱，我跟你收你，我无钱人收，我员工都唔免食钱哦，我做员工嘛是要食钱啊，对不对？对啦，啊是讲奇怪啊，伊这那阵讲好顶，吼你无钱好唔好？啊，即卖伊就一个无啥啥，是唔是？吼、啊，那阵无钱，万得那中央救助啊，叫你讲是啊。哦，啊这到底是安那？继续个听了，就是阿公什么意思啊？哦，伊讲过江就对啦，国宝了，已经扫个密密麻麻啊，迄、那个街路拢看着拢是安那吹吼，平时甲我见呐，吹歹去的车辆呐、啊，包括吼啊四线去的暗片啦、钢材有诶无，迄砍树遐遐啦，拢吹吹落落落，落落涂骹啦，啊面体吹歹了了，有够严重诶，讲干那全南市有2000几间吼。吹派去一半啦、一间厝吹派去一半就对啦、有2000几间是安尼啦，啊唔定厝下顶翘去啊，无去啊，连窗啊门嘛吹走去啊，安尼啦，啊这吼、哦，那较严重个，讲有厝吹一个烂半倒去啊，啊关系是啊，恁自己的冬天的季节已经啊来到啊啦，咱厝即马欠地欠电啦，包括吼、哦、重建建筑的相关啊相关的人员嘛正欠亏啦，煞无法度。感官无法度人为只弱势的族人来修理厝房，过一个吼，安尼温暖的寒天呢。啊，县政府甲公所的能力吼也无啦，正需要民间来斗三工来救助啦，吼、哦，族人啊，个别一寡吼材料啊来啊修理就对啦啦，是不是讲意思讲吼因族人因家己买材料啦，啊，会用起厝来养人，家己家己养了对。叫人来跟斗三工啦，啊，材料钱我买安尼啦，啊，叫迄、那个叫迄个师傅吼来跟起厝啦、修理啦，啊是修理店吼来跟做义工、做志工啊那边钱啦。啊，这另外吼灾后的粪扫，我那是大问题，台东县政府一年的预算啦。做运动的台湾的这个粪扫大概差不多500吨啦、但是讲洪灾过了后的难事讲粪扫超过4000吨啦。两个月过去啊，中央
甲县政府第一时间吼有来看灾啦，但是严重的灾情早就超出地方政府有在调人处理的困难啦。香港所估计啦，渔船损失啦、厝啦、派去啦，要个电器啊，还是讲吼电器，还是讲修理。清清菜菜甲算算个拢上亿个啦，啊！县政府已经嘛甲劳动部通报着这个人事人力的需求啦，包括招募协助给修理好啊，对着给修理好的厝派去来干做志工的维修啦，所需要的材料的费用啦，嘛开木款账户来提供给各界来观看啦，来吼。协助这些灾民，当重建因的家园。另外呢，受到这个灾害的族人，未少拢是给收入户啦，诶，弱势团体啦，啊，加些长辈时代，简单讲吼，伊也未晓写字啊，啊未晓去申请，你都未晓写字，你都无当申请啊。啊，申请补助过程当中，你得去遇到困难啦、啊。啊，到尾啊，咱早关注民迄个个性啊，啊，靠呀，未爽转，未爽请啊啦。啊，无厝人住，无厝人住边啦。伊就未晓写啊，唔是讲唔捌字啦，字捌无济啦。啊，你要申请，你定爱写个好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啊，到尾，何苦讲说人讲，啊，你这也无，因也无长，啊，因也退来讲，啊，你户口苗簿也无退来，户口苗簿退来，讲啊，你身份证呢？结果迄个人咩都剥了，你咪得嘛？你起码是安那。你是骗我唔捌你嘅，欺负我唔捌你啊！你那是困头讲讲嘅啦，你害我走咗过来抓，没人性啊，放弃啊啦！因此吼、哦，必加呼吁啦，干化流程上介重要啦，咪得到你度收啦。对啦，真正哎呀，即系干化，有当时啊，你请一个补助啦，是啥物种种好，你干那写了表，你啊，三个人系杂事啊，就对。为这篇报道，这篇咱已经过来报道成了，已经报出到啊，无共人嘅，化救命啦，难做嘅啦，等于。台东就是拢国民党的一情啦、你一个台东官内底一个难处受灾，物价安尼你无在当处理，哎、西部遮毋是无呢，西部遮嘛不是咧风台有诶无，扫到乌乌包包呢，人县市政府两三就人就拢处理到速速实施啊，哎，拢一两工内就拢处理好，县市我毋捌大块，我毋知啦，那阮台南市哦。那今仔日风台扫得够的，明仔早七早八早，恁阿未爬起上班呢？连早顿都阿未爬起起来，剩差不多清洁人员已经在咧顾手啊、扫手啊、扫涂骹、清理涂骹。这绝对有什么问题之类啦？因为吼、哦，这小庆是两个月前的代志，十月嘛。啊，小庆当时甲南苏扫甲密密麻麻的时阵，第一时间呐、啊，这个做中央政府啊，加迄个了做啥台东政府都拢过啊，都拢过去勘察啊，去了解啊，那就对了哈。啊，这么到底什么情是卡手无够啊？是啊，他咧讲迄个申请，迄真正有影呢。我当时啊，你敢看迄个申请单一个退来，看到到就讲，靠，这是咩事啊？你根本看到。系啊，所以这个啊，你对因讲，我讲你啦，听众朋友，咱看无，咱卖吼家己。公安闹鬼，唔是啦。因迄个公务人员吼，规工底下剩下物件，因就知影。迄个物件规工你咧帮你咧剩，你看唔知迄是咧代表啥物啊？但是咱唔捌看过迄个物件，帮过迄个物件，叫我就讲，啊，这股是啥意思啊？咱只爱问啊。啊，因嘛唔是唔通啦。最主要是大家讲问甲伊也烦啦。伊讲好，我嘛免管你啊，反正你就无，我就讲你无嘛。啊，因哪来？因哪无走来？等走一撮。啊，因哪再来等咧？啊，何况咩报咧？啊，何况咩报啊？佮走一撮。即马较袂啦，即马袂啊。像我拢来你讲讲个好势啊，对。因看遐公文看捌，唔是代表因平啊较牛啦。因规工就是咧望迄张纸诶物件，迄张纸规第一期到上届买啊买去个对啊。因咧逐工听讲嘛，因咧较较较了解物件嘛。因唔捌来当问隔壁公司啊。啊，都时间一个过，因就时间作息啊。啊，咱用用车分看电影出来，咱买去讲诶。台端是啥物啦？啊，阮厝明明个细块，你甲我叫台端，靠阮厝都咪姓台的台端。台端，啊，你个啥物人？你个叫啥物名？就好个，你台端。啊，河南个了个去厝边街边问问讲个啊，咱只附近有一个姓台，名叫做端的无安尼啊？哎呀，哎呀，啥物时代嘛？佮用用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高山、高山文章伫咧吓惊人。所以南苏个代志无得交过台面啊。啊，贵在领导已经，我知无要算啦，我知啊，啊无要算你较赢啊，啊钱多啊，我是知影家己一个什么，这嘉义新县那个行善团啊，好啦，好贵在领导做南苏转好伊啦，好来好来，来进广告哈，啊两面接个倒倒来，来感谢，好啦。
头拄啊，这个中哦，下官讲真济啊，咱去讲到这个中国迄个疫情哦，足严重就对了哈。啊，这时到下个叫团聚啊，未嘛唔知影啦哈。啊，不离可咱总是安尼啦哈。咱啊，咋讲这个人打对中国倒转来哈，暂时叫伊忙我过来。咱来家己较细理一下安尼就对哈来。另外就是咱都叫白兰树迄个灾情哈。如果咱本身那是参加迄个修理处啦，对水电啦，对。迄、那个建筑是内行的朋友，啊，你得做义工，你会当下面的义工团体去参详看嘛，去帮这个难事受灾的，再一寡吼，给收入好吼，去下面联络看边啊，出一个讲去干呢。